进产房，他就说他要陪，他要陪。医生就说你要帮你老婆加油啊。然后他不知道怎么加，因为我们基督徒嘛，他就随身会带一个木头的十字架。他就说我要怎么加油呢？医生说你自己想办法嘛。他在那边接生，然后他就把十字架上插在我肚脐上。他说宝贝，你看着十字架，用力，用力，加油，加油。医生就一直在笑，马上的恶魔是不是？小孩被那十字架敲到一下的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惜地。